可以。翻墙。嗯。很无解。那就空线了。九恩这个地图贼垃圾。他应该是有屏障的。永恩带的是点蓝，没屏障。他骂了个 boss 的。海妖应该厉害。应该海妖厉害，感觉海妖很强。卢仙的话，这个地图出什么装备？黑人看病。难不难受？好弱啊，感觉好弱啊。难不难受？回家。嗯。我觉得出海妖，因为对面有个狗头。还是得出海妖杀手会强一点。嗯，啊，那也不值钱。说的没错，那推塔一样，推塔一样。难受的一击，难不难受？呀，你三天之内必得缴械，可以。我被偷袭了，来双鞋。嗯，海妖三无尽，真的吗？可以。嗯，下一件来个无尽之刃，先把神话装备做了呀，别这么着急做武器。红 buff 可以搞一手。中路没人吗？现在哟，圣枪洗脚。这个狗头，我靠，在逗我。直接推塔喽！圣枪洗脚。
太丝滑了，太他妈丝滑了，太丝滑了。太丝滑了，打肉能力不是很强，现在这猫咪在下路不太好搞，这个风墙挺克我。虐拳吗？无限火力推塔没啥意思。虐拳吗？虐拳吗？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圣枪洗脚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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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溜可溜。机器人上套了，我操，这个大虫子不当人，我靠，闪现给我口了。哎呀，这个大虫子太不当人了，有时候来个无尽、嗯、然后再来一个攻速鞋，再来一把无尽，55的暴击，现在暴击率低了一点，收集者得买啊，收集者可以。嗯，来了来了，圣枪洗脚，虐拳虐拳，推什么塔啊？推塔啊？有啥意思？机器人勾，好勾。哎，勾一个是一个，差一点。机器人咋死了？有点难受。哟。哟，很松，圣枪洗脚，我操，你他妈是动。哎，你勾谁呢，哥？我操了个地铁了！他妈只能出一个无尽，我靠，只能出一个，好吧？上当了呀！谁跟你说可以出六把无尽呢？我靠，云玩家！上当了，嗯，云玩家，云玩家，最后一件买一个大青鱼无敌了呀，对吧？
圣枪洗脚。哎，哎，哎呀，这个网有问题啊，兄弟们，怎么又掉了呀？怎么又掉了？我靠，有问题，有问题，问题打打底。